双月刊二十九期真言，郑武俊校长分享：一过去不读书，现在已经书不读书，才会书二不能不读书，不要怕读书，读书无捷径，只有下功夫。读书要及时，不能再误时，现在就开始，永远不嫌迟。四，有钱多买书，有闲现在再多读书将来不会输。五，读书能努力，越读越有趣，读书就会更努力。六，读书像练功，不能不用功，若想要成功，一定要用功。书能用功，道理容易通道理，一旦通读书就轻松。八，读书读得好，工作经作找得好，生活会更好。